道美综合报道，艺人徐若瑄婚后亦有一子 DALTON， 他时常在社群网站上分享儿子的日常片滴。近14日他 PO 出 Dalton 在打网球的影片，年纪虽小却架势十足，模样可爱。徐若瑄今在社群网站上分享 DALTON 打网球的影片，并写下进步了，也懂得来点幽默感了，明明知道不是高尔夫球。只见影片中二岁九个月 Dalton 和教练认真练习打网球，虽体型看似娇小，但是掌握球拍却相当有力，还能旋转一圈再将球回击，运动细胞非常好。随后被教练问道正在打的是什么球时， DALTON 乃应回答高尔夫球，呆萌模样萌翻众人，也让教练哭笑不得。事实上徐若瑄虽工作繁忙，仍会拨空带主 DALTON 从事各种户外活动，网友大赞有父母温馨的陪伴真的是最幸福的呢，运动细胞很棒。徐若瑄与儿子 DALTON 摆设自徐若瑄脸书，徐若瑄相当疼爱儿子。摆设自徐若瑄脸书，徐若瑄让儿子从事各种运动。摆设自徐若瑄脸书。